碰个赞的哈，来牙签别出来欣赏，家你小命命，多少？发财，发财！哈哈哈！感谢咱电视机前20多万人，伫咧甲拍火。谢谢。这条家你小命命真好学吼，嗯，很好听。人讲听三遍就会响啊，所以囡仔咧学歌加偌紧呢？啊，若像我这个年龄咧学得较慢，哪有差呢？真的吗？我当阿捌一条歌，可能三个月才会响的呢。不过老师，你说厉害，你拢家己写歌。写歌就像你含你同款意思啊，囡仔都学音乐啊。哦。我较早读国中的年代就音乐队啊，啊，拢算音乐啊。我感觉这有天分呢。啊，才华嘛，唔知都兴趣啦。兴趣。